三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四星通气了，四星通气了。哎，晚上的游乐园星光票，哎，在目前呢，这个任务叫做 First Date，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载了 Michelle 要去这个游乐园，夜间游乐园就在前面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哦，你看，好拥挤哦，这边不能撞啊，撞就一颗星了呢，我们的 Date 就 GG 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哎，旁边还有那个呢，那个叫什么？自由落体哦，自由落体哦。好了，到了，这里就是四代的游乐园哦，你看。那飞机飞那么低，Nico， 他说没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的话，因为这边已经没开了，不能进去里面玩，所以他说，不然我们去打保龄球吧。好，他这个还有迷你高尔夫，哎，用走去很远吧？哎，不会呢，不会很远呢，哈。好、啊，那我们用走去吧。来哦，来哦 ，Michelle， 近一点看一下。米歇尔长怎么样？其实还不错啦齁，其实我觉得他的脸啊，感觉比五代还精致欸。那水的部分我也有装啊，不过他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很杂讯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这里面的设施我们都可以玩欸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看吗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个可以看的哦！哇哦，居然可以看欸，这个就是保龄球馆，哎呀，不错哦。所以我们还要跟他讲话嘛，跟这个讲话是不是？找一个空的球道，然后就可以玩了。我们就来这个吧，这很酷呢，哈！好不容易跟米歇尔出来约会，一定要打个漂亮的感觉。哦，这样哦，哦 ，try 会换女生吗？会耶！来看看米歇尔保龄球打得如何。哦，他角度还不一样，嘿嘿，不错吧？哦呦 ，spell， 稍微站侧边一点点啊，技术球了 ，OK go， 看有没有解得到，可恶没解到，哎，四代真的好玩呢 ，luck shot， 哎呀 ，strike， 可恶，有了 ，spell， 左边，啊、哦，你说这个、哦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个目前我们跟他出来约会这样子，跟 3DS 一样，他好感会增加了，然后再过不久就可以有不一样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有了啦 ，try 了。I'm sorry， 打五局而已哦，我以为要打满十局嘞。说你很棒嘛，很好玩，所以我们先他说要不要带他回家，我们继续看看会怎么样哦。哇，晚上可以看星星。No boyfriend？ 我嫁给了我的工作。哎，男主角是不是美国人，对不对？他那个口音听起来有点像是俄罗斯还是哪里的？那我们就准备载 Michelle 回去了，好不好？被修干哦，我不会修干了，这电线杆弄个北吧，我不会修干。再回去之后，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机场在哪里。这个白天都可以坐吗？可能像电风扇啊，那个云霄飞车，这个都可以坐吗 ？Michelle， 我们的车到了，准备上车吧，带你回家了。时间不早了 ，Take Michelle home。S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 Liberty City, Nico? What's anybody doing here? I don't know. I think you do. I don't know. 我不知道我来这边干嘛的。你看到的都可以坐，要跟他进去喝咖啡，好感度才提升。啊，快，我们不要让这个。美女哦，在车上等那么久。Panasonic， 它写成 Panoramic， Panoramic。哎呦，这边有指甲店呢 ，Nails 呢 ，Liberty City Beauty Salon 哦，沙龙街哦。顿时之间有那种好像你真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玩的感觉，非常棒。尤其你旁边又载着 Michelle 这样，到了，好舍不得载她回家 ，Michelle。不要回家，等白天我再约你去这个游乐园玩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 NPC 哦，就是他们的穿着啊，或者是人物的那种样子，都还蛮多变的。到了，嘿、hey ，That was nice. I'm really interested in seeing you. 他说我很期待再见到你哦，我会给你电话的。See you soon. See you soon. I will kiss goodbye.
Never kiss goodbye。 你看我们目前哦，探索这边这个位置，这边就是自由女神了。哦，其实岛还蛮大的哦。哦，机场应该是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机场的感觉是如何。罗阿曼打来了，接一下好了。Busy schedule。 哦，很凶哎，不接他电话不行哎，要去接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Nothing can stop you being horny. I'll see you soon. We'll see you soon. 他在医院是不是？那我们先不去找他哦，我们就先接着任务啊，先不要去找他，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机场吧。而且你看，像我们现在在玩的时候啊，看到那个飞机就还蛮大台了呢。如果我们待会真的到那边的时候，看到的感觉应该更不一样哦。各位先生旅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国际机场。哦，最近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大家都不能出国，就让我们来玩玩这个 GTA 4的机场看看吧。哦，真的很有要来机场的感觉。哎呦 ，UPS， 你看那个飞机来了，还有警察呢。哎呦，还荷枪实弹呢。哎，我们先把车子停在那个停车场，我们看可不可以走什么航下进去里面看看好了，应该是可以进去看看吧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 Francis International Airport， Welcome， 这里是可以走的 ，This way to enter。好，我们走看，这里是卖票的耶。哎呦，也会有人走哎。然后你看，他还会戴耳机拿相机。啊，这个不是机场哎，这个是 train， 这是火车哦，这个是火车哦。这应该不是哈，这个是搭地铁的。哎呦，那我们看看这个有没有办法走进去啊？啊，各位有看到飞机了，欸，真的超大台哎！这边可以进来，这边可以进来。哇，真的超大呢！那我们去看那个人家降落一下，应该可以看到人家降落哦。啊，这个，哦，啊哈，糟糕，两颗星了。警察是我，糟糕，我没有存档了，怎么办？先开货车走吧。刚不早讲，我还以为不会呢。Sorry, first man. 糟糕了，四星通气了。珍宝部队都来了。God damn man。飞机动了！哇塞，今天来看飞机场这么刺激，我还想多看一下米歇尔，我不要这样就死了。这台有够慢的啦，这一台。快走！我之后再来研究看看还有什么材质包可以装哦，让它看起来更好一点。它好多那个加长里车哦。哎，我们如果冲这个可以吗？我们试试看躲这个可不可以？这个应该一般的车比较不会进来。这里应该可以啊，这应该可以啊。啊，糟糕，这C楼呢？躲在这边会不会就不会被追到了？先去抢别台车好了。哦，先去抢别台车。现在我们刚好呢，警察都往下走，刚好不是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，可以停车嘛？后啦 ，Jesus， 快点啦！哎，他那个血，我有装那个血的纹理包啊，你看，好像打到番茄酱一样。好，我走桥下看看，这里应该不错。这里，可星星在闪啊，我只要不要被找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来了 ，Jesus！ 糟了！赶紧走！汽车逃逸！啊 ！G 了！下来！快！哎，我帽子掉了，我才敢挖那边帽子。有哎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 GTA 4好玩啊！GTA， 糟糕了，
我被捕了，我被捕了，而且这车翻不过来啊。没关系，哎，各位，不如我们抢旁边那个，要爆要爆要爆了要爆了，趁现在出来，那我们抢防爆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大概玩到这边啦，下一次再赶快去接 Roman 的部分，然后看看会不会再跟 Michelle 有不一样的互动。OK，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呢，哦，等我剪出来，帮我再支持一下吧。拜拜，祝大家晚安，晚安。